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肥胖的现况。各位有没有印象哈？之前有新闻曾经播出，我们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在亚洲是第几名？有人有印象吗？没错，就是第一名啊！跳太快，就是亚洲第一名。那当然，这个对各位可能还比较没有什么印象，看大部分都身材都很好，尤其是年轻人哦。不过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以后可能会面临，或者是说你的家人也是这个状况，我们就要注意一下。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说，肥胖它是疾病，而且深具危险性，尤其是腹部的微胖。所以肥胖不再只是外表问题，因为它跟我们的健康有很大关系了。它告诉我们有这么多的那个危险性，非常危险的这个慢性疾病嘛。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它，这件事你必须要去注意到它。然后这个 slide 就是说在介绍脂肪跟这个肌肉的差别。那其实它两个都是五磅的重量，可是体积差很多。然后肌肉的消耗热量竟然是脂肪的十倍以上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一样在养这个脂肪，或者是在养肌肉，它差别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说我们身上的肌肉很多，会有一个状况，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大部分都消耗掉，不太会胖。如果说我们身上有很多脂肪，那就不好意思，你很容易胖。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讲的一个概念。左边这个身材跟右边身材不一样，但是他的身高跟体重都一样，都是192公分，91公斤。那这个据说有一个是林书豪，然后有一个是北区的一个连姓的长官，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？之前有讲过啊？公子是吗？啊，对，当然我是针对个人的哈。那这个意思是说体脂率的不一样，就差在这里。所以以后不要再讲我要减重，因为减重不是重点，我们要减的是脂肪。要减的是体脂率。那我们要讲这个，这边要介绍是怎么样瘦身哈。左半部跟右半部这些项目，有一个是有一边是错的，一边是对的。各位觉得对的是左边还是觉得是左边的举手？正确的。那觉得是右边的举手？哦，大家都知道，没错。左边为什么是错的？我们讲第二个。运动怎么会是错？因为运动不会帮助减肥，习惯才会。所以很多运动项目是很好啊，但是问题是，如果说你偶尔做停停这样子的运动，对你不但没有效果，而且有可能会复胖，就是溜溜球效应嘛。那我们监控的不是体重，而是监控的是体脂率。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说，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锻炼方式。我们先看左上方，这个是拉力器，它是在锻炼我们的胸肌，可是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锻炼我们的腹部啊，这就是我在研发的东西啊。腹部运动，在过去我们知道说要练我们的腹部，就是做这些，可是很累很辛苦，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持续。那有一个最新的运动原理就是分歧运动，我刚刚提到哈，这不是我发明的，而是美国运动协会它提出的哈。这些运动，如果说我们把它分歧10个小时，它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？100次仰卧起坐，它会变成说6分钟做一次，结果就很轻松。这个我做过实验，我做到了，就做了一整天。啊，那为了要研发产品，那郑多燕10小时会变什么样？变太极拳。5000公尺跑步，它变成7.2秒跑1公尺，它根本不是跑，它比乌龟还慢。那3000次的腹部运动，如果分期10个小时，变成12秒动一次，所以最后这个项目就是我研发这个产品的主要项目。那这个产品就是这个。那稍微简介一下哈，这个产品它本身有弹簧，然后戴在腹部，它藉由我们呼吸，就是搭配呼吸的节奏来做运动，就吸气的时候肚子胀起来，然后拉动弹簧。吐气的时候缩小，这样就完成一次的运动。OK， 还有这样服务。焦点。OK， 所以他就是说，我们把仰卧起坐，我很累啊，没办法做那么多次啊，所以我就平均分摊到每一次的呼吸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运动原理。OK， 谢谢。好，产品特色，第一个就是轻薄短小，
我现在把它隐藏在衣服里面，其实我已经我戴一整天，我现在每天戴着。啊，因为轻薄，所以我戴着没有人可以注意到，所以我在开车、走路、上班、上课，这个其实任何时间我都可以运动。那我现在今天我已经做了4500多次了。它是强迫我们运动，但是我要修正一下，它是强迫我们做轻松的运动，因为它很轻松，所以我们会忘记嘛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功啊，记次它刚刚有提到哈，震动提醒。就是如果说当我们忘记的时候，它会震动提醒我们。那震动提醒我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美型模式哈。美型模式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在讲台，我在讲 slide 或者在开会，或者是约会相亲的时候，有些人会怎么样？为了形象会缩小腹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说万一我忘记了，肚子凸出来，它就会震动提醒。哎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也是一个很贴心的功能。哇，那。刚提到说每天就运动3000到8000次，我现在平均每天就是5000次左右，一个月就大概十几万次。那瘦身就不用讲了，因为你每天动那么多次，一个月就动了大概将近20万次。我自己的实验，3个月瘦了6.9公分，腰围，好，所以它又是个最佳的礼物选择。产品功效，它这个运动方式哈，其实跟腹式呼吸一样。都有听过腹式呼吸吧？腹式呼吸就是这些，啊，大家上网可以查很多，有很多的功能。那接下来这个有一个影片哈，这个就是我目前，产品大概是在，8月下个月初会出来，然后我现在在 FlyV 募资，那整个影片就是自己拍摄的，哎，我按就可以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最后一页，这个吗？对，他有放到另一个吗？没有那一件。你是直接拖进去吗？是 Apple 的。我已经把档案放进去了。OK， 那没关系，那不然你帮我找那个 Flying V。Flying V。对，那我先开放 Q&A 好了。好，来现场开放5分钟 Q&A 时间。哎，各位朋友，有没有问题的？有没有问题？各位刚刚都已经拿到我的 DM 哈，那这个 DM 是在介绍说这个商品，目前初步的这个，搜寻呼吸速动，呼吸运动机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产品建议售价是3280，然后现在在 FlyV 只要1588到1888，好，那1588我上面写是没有包装的，但其实上是有。我是要给我朋友这个价格做区隔，那其他人他们会选888。好，那现在可以先播。是来自于的朋友。你来当主持人吧，下次你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刚刚在讲，夏天是热的，连买这个产品去的是吧？前面两位是都这样跳，于是我这里目标是100次，每次测到135次都觉得快挂了。在想，喂，我是不是飞机不回来了？好主持哦。既然运动会累，不将分歧呢，就跟分歧不管买房子一样啊。后来我尝试把100次仰卧起坐分12小时来做，结果竟然轻松完成了。但是随地躺下来做运动很奇怪，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更适合的方法。接下来我们分歧原理为主轴，并希望符合轻松自然持续3个条件，终于研发出呼吸运动机。材内有弹簧。把它穿在腹部，搭配呼吸前奏做腹部运动，也就是吸气时肚子站起来拉动弹簧，吐气时缩小腹，这样就完成一次的运动。运动次数可以显示在一记录录上，方便我们记录监控。为了能更自然的使用，因此设计出轻薄服帖的外形，方便隐藏在衣服里。
不管是开车、走路、上班、上课，只要呼吸，就是在运动。它让你每天运动3000到8000次，无形中会消耗更多热量，腹部就会逐渐紧实。重点是，它很轻松，不会影响你的工作或日常生活。你也没时间运动吗？呼吸运动机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。所有细节我都有用心。万赞，它是Made in Taiwan。好，这就是我的影片，啊，杨主任。好，来，开放5分钟 Q&A 时间。